听听听，是谁的声音？猜猜猜，是谁的声音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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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听听听，是谁的声音？猜猜猜，是谁的声音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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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啊！哎，巴拉巴拉，快点快点，我们该做游戏了。嗯，今天我们要听什么好听的声音呢？嘿，小魔女，别着急啊，你们可要准备好，仔细听啊！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嘘，要安静。嗯，这是什么声音呀？我知道了，这是水的声音。嗯，没错，这就是水的声音，巴拉巴拉布。哇，是一条小河哎，小河流水的声音可真好听。巴拉巴拉，我们再来听一个好听的声音吧。没问题。嗯，这是什么声音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会嘎嘎叫的就是鸭子。嗯，没错，会嘎嘎叫的呀就是小鸭子。哎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把它变出来吧。哎，来来来，跟我一起说，巴拉巴拉布。巴拉巴拉，我们还有什么好听的声音吗？嘘，仔细听哦。小朋友们，仔细听。嗯，在荷叶上面呱呱叫的是谁呢？青蛙。没错，就是小青蛙。巴拉巴拉布。哇，小青蛙在荷叶上呱呱叫呢，呱呱呱呱呱呱，哈哈，今天巴拉巴拉给我们听了那么多好听的声音，我们啊应该一起跟他说谢谢。哈哈，不客气。那你们还记得今天都听到哪些好听的声音呢？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大声地把它说出来吧。听听听，是谁的声音？猜猜猜，是谁的声音？答对了，答对了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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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答对了，答对了！嗯，今天游戏真好玩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巴拉巴拉布。